说行啊，6点了还不休息，我今天是晚班啊，谢谢撸猫仔。雪莉又突然不忙了，欢迎啊，欢迎专家，旅行车有没有？林北，欢迎 Silence 啊，Silence，旅行车有的啊，V60、V90 我们都有现车，但是展厅没有放展车啊，没有放展车的，V60和 V90 都是一个旅行车的。喜欢主播喜欢沃尔沃车型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点点小关注啊，小关注走起来。如果背包里有零钱的话，可以花1毛钱抖币送给雪莉一个粉丝灯牌，这样就可以收到我们的开播提醒了，而且。亮过粉丝灯牌以后，过20分钟，抖音每天都会送给您一波免费的人气票的，可以送给雪莉，这个是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增加热度的啊。哎，说到免费人气票，哎，我要给自己送一波了。要喝冰咖啡，喝的胃有点不舒服啊。雪莉有对象吗？暂时还没有。V90 什么配置？林北 V90 有两款啊，V90 有两款，标配的是致远版本的，优惠完裸车40；高配的至尊款，优惠完裸车是在50左右的。致远版本的话是哈曼卡顿的音箱，然后我们的至尊版本就是宝华韦健了，而且多了空气悬挂、360全景影像，还有这个 Napa 的座椅、通风按摩，还有这个抬头显示啊，全部都给安排上了。预算充足的话，可以冲一下高配的，舒适性直接拉满的那种。点啦，好的，我看一下，我是不是还有多余的人气票送给一下我自己。喜欢主播的话，帮我们点点小关注啊，小关注走起来。主播的个人抖音账号在榜二啊，在榜二的朋友们，那么上车看一下配置。谢谢泥沙仔，感谢泥沙仔。谢谢叔叔的大保健送的大啤酒，感谢支持。谢谢 The King 分享的直播间，喜欢雪莉支持雪莉的朋友们，也可以帮雪莉分享一下直播间，增加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度啊！兄弟们买车送老婆，公屏扣起来，你要买啥车送给老婆呀，林北？我们的很多车型都是适合女生开的啊，一看您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公，买车都想着自己的媳妇儿呢。小兵，别看了，还小兵是你朋友吗？韩外外，欢迎追风少年。你的意思是买车送销售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是啥意思了啊，我知道的啊。欢迎1.86米啊，欢迎我们5566杨。XC60 混动裸车啥价？可乐可爱啊！XC60 混动款的话有两个配置：T8 致远优惠完裸车44，T8 致雅优惠完裸车52。不好意思，打个嗝啊。低配的是不是？低配的就是我们 T8 致远版本了啊，它跟燃油版的致远配置是一样的，算是一个中配的。然后混动款是没有致逸的啊。T8 致远裸车44，再买个保险就可以落地。直播间报价会偏高一些，我们不允许在直播间里报最低价的啊。您可以私信一下抖音后台，雪莉下播以后给您回电话，好不好？V90 有什么配置的？V90 有两个配置啊，V90 致远版本裸车40，V90 至尊版本裸车50啊，裸车50，一共是两个配置。有的啊，带我成王，在我个人账号的主页有的，个人账号啊，谢谢张国老，谢谢乌鸦，谢谢开大众的。感谢你们的小关注，关注过后可以多扣扣弹幕跟雪莉互动一下啊。因为有时候我在讲车的时候，可能会忽略掉您的关注信息，没有办法好好给您比小心心了。你可以扣扣弹幕告诉我的，主播的个人抖音账号是在榜二，一只大雪梨就是我啦，也可以关注一下。都是四驱的吗？是的啊，林北都是四驱的。
都是全十四驱的啊，都是全十四驱的。这样子跟大家讲吧，我们沃尔沃，我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就是很像理科生啊，就是埋头钻研干实事的那种，不会玩虚头巴脑的。我们是没有那些什么14驱那些噱头的。我们的车型只有两驱和全时四驱啊，只有两驱和全时四驱的。明天可以来找我看车吗？好的呀，林北，您先私信一下抖音后台，留一下您的个人信息吧，约一下明天的到店时间啊。来店里以后呢，谢谢邓邓邓的关注。来店里以后呢，一定要说来找雪莉的哦。到时候我们的前台小姐姐就会把我从楼上喊下来了，因为我平常不直播的时候都是在二楼办公室啊，不在一楼的。找别的销售，我咳嗽，为啥呀，林北？这是为什么嘞？奶茶别忘了，这个是咖啡啊！谢谢提醒，谢谢我们 SL 啊。刚，哎呀，我老想喝这个冰咖啡，但是喝的胃有点不舒服。欢迎相信自己一定幸福，欢迎费劲哥。这是啥咖啡？这个是某姓的啊，某姓的。不在直播间里报其他品牌了，感觉在给别人打广告一样，他也不给我广告费，是不是？欢迎雪飞扬，欢迎 YUN， 对，是啊，是的。欢迎哆啦 A 梦。欢迎大家啊，来我们一起看一下 B6 智逸版本它的配置好不好？谢谢茶山流的粉丝灯牌小心心送给你啊。我们 B6 智逸版本的话，采用到的是一个搪塑材质的中控台，12.3寸的全液晶仪表，9寸的中控大屏，真皮包裹的多功能方向盘，钢琴烤漆材质的按键，方向盘支持4项调节，上下前后都可以调的啊。搭配的是一个胡桃木的饰条，这个饰条呢是北欧环保飘零木的一个材质，耐高温耐严寒的，不易变色不易变形。我们沃尔沃的车型你买回去开个10年8年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啊，都不用担心我们的饰木条会变旧变色这些，完全可以不用担心的。搭配上的是一个皮质包裹的座椅，主驾驶可以保存3个座椅记忆位置的。谢谢哆啦 A 梦啊，欢迎在逃山药，在逃山药，好久不见了啊，好久不见了。欢迎露露，欢迎彭一航，欢迎 ZY， 欢迎小季，欢迎我们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。喜欢主播，喜欢沃尔沃车型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点点小关注啊。主播的个人抖音账号在榜二，喜欢的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。如果您喜欢看汽车直播的话，要多关注一下公司的账号啊。一天是有2场直播，而且是2个女主播轮流给大家做直播的。谢谢金闪闪送的小礼物，感谢支持，谢谢你听得到，感谢你的关注，送您3个型号的小星星好不好？这是小星星送给你，中星星送给你，大星星送给你啊，送给关注过我的朋友们。我看一下都谁关注我了，关注过的朋友扣个1好不好？雪莉送你们3个型号的小星星啊。还有谢谢拿青春赌未来啊，谢谢难得糊涂，感谢你的喜欢和认可。博行人大哥来了，谢谢博行人大哥送的直升飞机，感谢支持。大哥今天是有空，今天送了2台飞机了。大哥出马必定不会让人失望啊。你的大哥啊，是不是大哥太苦力了？有点不适应，哎，博兴人大哥，你能多跟雪莉讲2句话吗？每次都是刹个飞机，连话都不讲就走了，然后留下雪莉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风中凌乱。博兴人大哥比较随性，刚好刹到，是不是？博兴人大哥，小心心送给你。感谢支持啊，感谢支持。哎呦，满屏的小星星飘起来了，可能这就是随缘吧。对，我们这个大哥的这个叫啥，这个叫比较随性啊，比较随性，比较随缘。不知道我啥时候播，我待会儿
应该是7点半的时候自己号播吧，一会儿播。谢谢打工人的关注，感谢支持。欢迎山下的人，谢谢山下的人的关注啊，感谢支持。有空看一下，大哥比较随性啊，有时间可以来直播间聊会儿天好不好？今天博贤人大哥已经超出历史记录了啊，跟我讲了好几句话了，之前都没有跟我讲过话啊。来，我们看，欢迎 Milk 啊，欢迎 Milk， 刚看到。那我们继续来看内饰了啊，这是我们 B6GE 版本，优惠完的落地价格呢是在60左右的啊，谢谢杰卡，感谢杰卡的关注啊，还有等我长大，还有小晨晨，感谢你们一波关注，小星星送给你们。这个是啥意思？有人懂得吗？我不太懂啊。这是啥？这还发这个红包是啥？对，我的摄影师没有来啊，我的摄影，晚间直播的话一般是没有摄影师的。左上角这个是啥？怎么还有别的直播间能进来发红包的？还有这种操作的吗？欢迎试车，欢迎一江水，谢谢浪迹天涯的点赞啊，谢谢随波逐流的关注。还有这种操作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去别人的直播间发传送门呢？对，还没有下班啊，哆啦 A 梦，我晚间直播的话啊，是到8点左右下班的啊，8点左右下班。欢迎随便，谢谢 YY 的关注，感谢大家支持啊，还有青皮萝卜，感谢你们的关注。喜欢主播的话点点小关注啊，主播的个人抖音账号在榜二，一只大雪梨就是我啦。30传送门，对主播没收益，对主播没有收益，就一个传送门是30块钱，就是来引流的是吧，来引流的，就是点那个的话就会进入那个直播间，是这样的吗？谢谢迪丽娜扎，你好迪丽娜扎，我是郑州热巴，我是郑州热巴啊，咋换了个号？嘎的样啊，几个账户都关注了。那迪丽娜扎，你关注郑州热巴了吗？我的个人抖音账号在榜二啊，呀不对，300是抖币啊还是人民币啊？都看不过来了，我们这个号是不会同时开播的啊，不会同时开播，所以还是看得过来的。这个号也可以关注一下，以后也是两场直播，我和慧慧轮流直播的。这么贵吗？那它这么贵，来我们小直播间发一个多那啥呀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卡了吗？哎，好了，我刚才卡了啊。饮料只喝冰糖雪梨是吗？欢迎布加迪，布加迪，我几辈子没见过你了啊！最近去哪里了？一直都没有来。我的七级河南合众灯牌是不是看着很亲切？那必须很亲切啊！我的家人来了，下来看看后备箱吧。OK， 没得问题啊。我们先看一下后排空间吧，先看一下后排空间，再带你们去看后备箱啊。鞋子几码的？鞋子44码的啊，44码的。谢谢我们 SUN